这个是恆春古城的绿豆蒜，挂皮绿豆在下脚。这很热，这鸡蛋很热。嗯，嗯，袂歹个。今日已经是环岛的第五天了，其实有一点仔忝的，逐天拢感觉不够水哈，先熬夜皮肤就有痘痘安尼，我有两粒痘痘出来的。环岛豆，好啦，吃了，不然再讲下去就油皮哦，还蛮好吃的。阿妹，好，你吃看麦大家。啊、哦，除了绿豆内底，阁有足侪莲叶。莲叶。莲叶，来紧来哦，今麦去阿嘉的厝对面。阿嘉的厝也是打卡的所在，少年人已经在想是阿嘉了。阿嘉是啥？阿嘉的厝就是以前台湾有一个电影叫做《海角七号》。啊！伊个男主角饰演这个阿嘉，这个就是伊个电影的场景啊咧。阿嘉的厝诶边啊有波波厨房，网络评价嘛是袂歹，就先刷入去食咯，阿爸。嗯，好吃。这个面就有鸭的香啊，佮加上一点仔葱啊咧，然后酸酸的调味，一点仔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玛格丽特披萨。修修，玛格丽特，嗯，番茄，嗯，不会叫配，你看，有有有，嗯。经过万峦，一定要来一块猪脚，来，我保持，来，请我吃猪脚。拢你家己的钱啊！其实拢是我家己的，我予马吉丽准基做面主。我好查某，现切猪脚小份。第一次吃哎、欸。来喽！很棒哦，真的很嫩，很好吃。一罗跟这冰冰就弹。好，这边是什么种？蒜头，蒜头导游，五告蒜，五告蒜。哦，这摆已经陆来陆客经高雄了，这摆是下午茶时间，要来吃潮州冷热冰，有啥物冷热方便白，这摆去吃看卖。吃冷热冰的方法就是别当辣，然后为冰啊开始吃，开始往上吃。嗯，哦，下面热热，哎，还有绿豆哎，对啊，好好吃哦。绿豆蒜的感觉，嗯，袂歹，热人来一碗应该是爽，哦，足大粒的。快要噎到了，超导一样。我伫高雄的市区内底公园哦，压力来高雄，我发现吼，遮个人开车足凶的，是蛮有效率的啦，转弯都转得蛮快的。OK， 等一下就要去食我暗顿，高雄人介绍我去的，一个礼拜只有一开一天的劳工夜市，乐冈夜市 ，Go。哎，差一点忘了哦。哎，礼拜哦，这个礼物我跟你吃羊肉哦。礼拜礼拜，明仔载行程就安尼行 ，Go。我发现高雄夜市的一个特色，就是每一个大的鸡啊，拢在比相较悬的。先来一份鸟仔卵，然后吃火锅，还有配烟熏卤味，但是我忘记拍了。今天是环岛的第六天，就是在高，就是在高雄。来啦，四界鸡啦。四界鸡是什么？不对，四界蛇。有很多店都休息的，拜二休息。我就是来市场散步，当作运动。
我有去过新竹江的以前，你嘛来旧的竹江。仓库，有没有讲对？高雄家的文青，少年人拢要来散步的所在，就是仓库。Let's go。哦，这个不是莲花塔吗？今仔日阁是阴天诶。乡的林埔咯，就是吃羊肉卤。我高雄朋友跟我讲，伊的本体是这个豆瓣酱。为什么伊是本体？你吃看卖嘛。除了油吧，内底阁有足侪料。啊，就是那个药膳味。嗯，拜拜，主角是不是？嗯，咸滴咸滴的，拜拜诶，但是有吧，就好诶，真的蛮有趣的，就这个很提味。好啊，嗯，没有啊，好吃诶。这个豆瓣导游应该是我这次环岛吃到最好吃的酱了，嗯，暂时是他。我们再往下 explore， 沾什么都很搭，沾那个金针菇也蛮搭的，沾饭也应该不错。嗯，还真的可以，万能耶。所以来要去台南，台南我去了很多次，这次就吃宝冈的台南。嗯。